IT 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从八代 i3-8100 开始， Intel 开始在酷睿 i3 系列上普及四核心，四核心成为酷睿入门级的标配。可惜多线程的缺席让 i3 的吸引力弱了不少，加上 i3 的名头也不太好听，不少用户更愿意选择 i5 或者其他产品。不过按照发展规律以及最近友商新品带来的压力， i3 迈入四核八线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最近基准测试软件 Csoft Sandra 就曝光了时代桌面酷睿i3-10100 的配置，数据显示 i3-10100 为四核八线程，是首款曝光的四核多线程酷睿 i3 处理器，频率为 3.6GHz， 1MB 二环， 6MB 三环。不过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工程片识别而来的，仅供参考。目前 i3-9200F 是四核四线程，频率是 3.6 到 4.2GHz， 6MB 三环。个人推测 i3-10100 的频率会和 i3-910F 保持一致。另外 i3-10100 是时代Comet Lake 系列中的一员，依旧是14纳米工艺。总结一下 ，i3-10100 的出现其实也是意料之中，只是不清楚是 Intel 本来就这样安排的，还是因为友商新品提前将它提上日程。对于 Intel 来说，加入多线程能够加强入门款酷睿的吸引力，抢夺市场，同时也能给友商带来更大的压力，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。这样子一来，用户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了。你觉得 i3-10100 会是一匹黑马吗？